好，上一段我们说到了韩粉现在变成了韩家军，有人愿意为他去打仗，但是问题是党内的这几个太阳中间的纷纷扰扰，是不是真的对这次选举有影响？来，参选人攻下加减影响。为什么我一直在你看嘉远燕颖那个时候，大家在拱这个韩市长选总统的时候，我甚至于我23号那一场造势活动，哇，韩市长要讲话的时候，然后下面就在喊选总统，选总统，选总统，我卡重要。为什么我们有感染那个气氛？就是说，你起码刚刚辉文兄讲了一个说，如果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定了，是，那大家都不要清楚了嘛。那个母鸡是谁？大家很清楚了嘛。小鸡就会拱着他嘛。那母鸡也会照顾小鸡嘛，这就是刚刚吴董讲的团结。那民进党呢，咱那个就是蔡英文嘛，母鸡已经确定了嘛，那他现在要巩固下面的这些小鸡来做一卡嘛，摸黑摸卡都不会惊咯啊，你要打团队作战就是这样。可是当我们在补选的时候，如果说下面的支持者他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支持张三支持李四，结果好了，那也是有天文美支持了太阳不同科的时候，那而且你看之前在访问一段专访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像辉文兄刚刚讲啊，你不喜欢国瑜，我拜倒啊，有没有？那个时候就讲说，韩市长他就说我没有要选，或者是说解读说他不选了，他初选不会去领表。哎，结果那个很多的那个韩粉就聊天，阿姆奇韩的不爱，你阿贝尔阿联我不爱算了。人力嘛不爱啊，所以就对你的选情造成了影响。我是说支持者，连我都不投，连你都不投，连我都不出来投票。就像刚刚所谓议员所说的，军工教那时候2016年，他就2014他就不出来投了。那我也讲一个秘辛，我们在民调封关10天前，现在可以讲了，现在可以讲哦，现在可以讲，我内部做的我赢3%哦。那你说这些后面时间，当然对手他也意识到，讲说整个韩流的一个效应起来之后，他整个党政行政资源全部就下放，甚至于哎，那时候我们也质疑啊，说蔡英文总统去的时候，然后讲说他资源全部钱人都给啊，全部党中央完全进驻，这是于天自己讲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苹果有报的哦，这不是我跟你讲的，这是选完了，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有开记者会，我们讲说哎，要防范大家为什么要成立抓鬼部队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在呼吁。那刚刚吴董也讲啊，我哪不煮完啊？我们几天赶过去，那我哪有下面煮完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样打好，在哎，有没有搞到欠债？那个有没有搞到跟人家掉票子欠债？不是，二位先生稍微吵一下好不好？吴董，这个先不用讲，这个先不用讲。我只是要讲是说，他那个关键点，十天开始竞选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做的内部的民调，外形要3%。那你说后面这边有没有影响？来，一来一回，1%1000。3%无去啊，然后白了，好了，3%本来你赢3000，一来一回，现在我输6000。有没有影响？就是有受到一些影响。我还是觉得讲说，这个多多少少，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团结的重要性。对，团结你要以大局为重。啊，你哪讲啊？修勤奋的学，我套一句辉文兄常常在广播节目讲的，啊，就会变心痛愁快。好，没错，这个是关键的。好，所以母鸡很重要，要抓对母鸡，才能够让所有的小鸡一起这往上走嘛，对不对？2020这一战，千万国民党要注意，因为在这一次的选举，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民进党有几张牌。没错，其实呢，这次呢都说民进党有够会选举的，他们呢这一次选举打了4张牌，什么哦，孔中牌哦，就讲说了，如果这次的新北啦、台南输了，恐怕呢就是中国并吞的第一步哦，又再次要并吞主权牌也是。另外呢，悲情牌说哈啊，春季高溃啦。另外呢，又在说所谓的假新闻在操弄选举，这4张牌看起来好像。像有奏效哦，但是今天哦，这韩国瑜在昨天的直播当中也有说啊，民进党啊 ，always 啊，这个选举的时候就说什么民主圣地、民主信地啦，来听他怎么说。郭国民的当选，于天先生的当选，祝福你们之外，你们真的没有什么民主圣地啊，靠我们的保护啊，台湾的安全啊，我们的保护啊，台湾人出头天，千万不要讲这些肉麻当有趣的话，让人受不了。真的让人受不了，民党本来就60多席在立法院，就算是输了也没这么严重，台湾民主也不会死亡，赢了台湾人民，台湾的民主也不会因为这样重生，没有这么了不起。那民党未来的选举是不是要继续打这种悲情牌？我相信台湾人民已经升级了。好，悲情牌在最后还是有催出票来，所以呢，在这一局就是。
这几张牌？四张牌，国民党做好准备了吗？刚才这个韩市长讲那个民主圣地，真的搞得我好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老爱提这个什么民主圣地，而且呢，希望大家踊跃投票，保护这最后一块民主圣地。光我统计哦，民主圣地有哪些呢？比如说宜兰，哦，这个去年选举的时候，这个蔡英文去辅选非常多次哦，也是在市长说，这个我们要顾主权哦，把这个宜兰最后一块圣地一定要保护住等等的哈，宜兰市。嘉义市是不是是民主圣地？嘉义市也是民主圣地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？台南补选，所以台南也是民主圣地。嗯，我说真的哈，民主圣地这个概念哈，你从威权转到民主的过程中哈，或许在那个阶段哈，还可以激起民心。台湾已经民主化多少年了？二十几、二三十年了，对不对？从九零年我们开放直选之后，已经这么多年了，现在还在提民主圣地这个概念，会不会有点落伍了？这个龙介哥就曾经讲过，什么叫民主？你要更替啊，要轮替才有民主嘛。一个地方选了二十几同一个政党，当了二十几年的这个立法委员，这个是民主吗？所以我说哈，坦白讲，民进党这次打的牌哈，大部分都是旧的啦。你说什么主权悲情啦哈，孔中唯一就是这个假新闻哈，假新闻稍微是比较新的议题。但是我要讲说，民进党并没有跟着这个时代的转变在更新，在 update。你老是提这一些旧的概念什么？你没发现这个渐渐边际效益递减了吗？如果这些牌有用，我说真的啦，这他会赢更多啦。这一次我说真的，某种程度当然最后还是民进党赢了哈，郭国文还是赢了谢龙介。可是你看那个选票的那个结构已经在瓦解了嘛。如果下一次我说真的啦，这一次他们是险胜，下一次在讲民主圣地的时候，有没有人会买单？还是不是可以险胜？那就是一个大问号了。所以我要讲哦，某种程度，这个什么，这个韩总讲，比如说肉麻当有趣，或者说他要一直在强调，最后说啊，这个我们要维护主权啊，民主这些东西，某种程度就是在恐吓人民。可是我要说哈，民众已经渐渐不吃这一套了。这一套呢，未来下一次的选举，我觉得会让民进党或许会更伤而已。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，民族性的去势力型，已经跟阿爹选举时阵供出来，对民进党来供个五号，我们要请教直家董事长。你说是民主胜利，对啊，民主胜利出来之后，不是 kissing day 哦，我是注意他听那个国民党发言在讲话哈。下一次还是搞这一套。而且会有效，当然有效嘛，因为那个是一个烟幕弹，当然爱国爱国爱国，然后下面我请你吃饭，怎么没有效呢？我是为了爱国，所以投你这一票，不是为了吃饭投你这一票，它的正当性你知道吧？所以那个是烟幕弹，让你充满了正气凛然的去投给民进党这一票。其实另外我们有其他的不同的私人的理由，所以这个选举技术，民进党很厉害的。他打这个牌是烟幕弹，像这一次也是一样啊。我刚刚讲了嘛，赖这个陈水扁有没有用？都说陈水扁有用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用，很简单，陈水扁一点用都没有。